欢迎各位神探来到莫斯里安巧手之城。欢迎。鉴于几位神探上一期的表现，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些礼物。第一件是这个，这个奖项的获得者呢是谭神探。哟，太突然了，我这个奖项的名称叫咬牙切齿奖。张老师，让我细细的看看您。你让我细细的看看您。队友们，信任是多么难得建立起来的，所以请大胆的相信我吧。越这么一说，我越觉得你感觉是卧底的样子，感觉。下一个奖项的获得者呢，我为他准备的是这样一个小哑铃，名称叫做最佳男友力奖。嘿，涛哥，毕竟呢，我是比 baby 重100斤的人。我请这个奖项的荣誉获得者周震南，周神探来到我的身边。啊，这个奖好无聊啊！我也想要牙齿。什么？这奖是我梦寐以求的呀、啊。孩子，你还小，你不知道这个奖有多重要。希望你再接再厉，戒骄戒躁。彩排，你在哪？你在哪？彩排，你在哪？你在哪？彩排，你在哪？你在哪？你在哪？接下来我要颁发一个这个奖，我要请这个奖项的获得者杨神探来到我的身边。是我的呀。不会就选仨最后那俩刘局吧。哦，蜡像的时候一直看照片、火眼金睛。这个奖项的名字叫炯炯有神，就是他在那个蜡像的环节，他一直看那个照片，确实为那期甄别出很多的蜡像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领了奖的三位神探感觉有点不太聪明的牙子。哎，同样都是神探，三位都获得奖项了。对啊，我就是嫉妒啊。只剩下一个奖，你们觉得有可能是谁的？筷子兄弟呀、啊。我知道那个脚那根棍子。害羞奖哈、啊。这个奖项呢，我要颁给上一期的最佳默契拍档，就是那个。啊，谁就是谁会是卧底、啊？不会是这么巧吧？卧底两兄弟又开始演上了，你们的新名字卧底两兄弟。就掰了呗。哎，好，好，这样我们单飞不解散啊。那接下来我需要去好好的准备一下了，我们把舞台交给梁田，好不好？好。这里是由寻遍世界用灵感创造美味的莫斯利安独家冠名播出的巧手神探。我们巧手大赛的规则是，神探们每期挑战3名巧手，巧手将各自的4件手作隐藏在自己的房间中，被甄别手作最少的巧手获胜。同时在每一个房间都隐藏着卧底神探，卧底是巧手的隐形守护者。哥，作为一个旁观者，其实我已经大概知道谁是卧底了。谁？我们先开始今天的闯关，好不好？哎，好的，好的，好的。神探们要即将进入第一个房间，就是我们巧手张贝元老师的面塑手作房间。你为什么？你为什么面塑？深吸一口气呢？我跟提前跟你对的不一样，是不是？面塑是什么意思呀？楠楠，你这个反应，楠楠太矛盾了。跟说，哎呀，我好像听过这个老师。不是，我面塑是什么意思呀？你这对楠楠太没有，我好像听过这个老师。语无伦次，你现在，你这语无伦次，你知道吗？楠楠，你的英文名是叫语无伦次吗？语无伦次。我不说话。肖老师学美术的，是有专业功底的。经过上一轮选卧底的感觉啊，就是有乐器嘛，所以是楠楠做的卧底。我喜欢吃东西，所以美食那一次是我做的卧底。那这一次如果肖神探是跟雕塑什么比较有关联的话，那你就是卧底啦。反正你猜呗。啊，听说人紧张的时候就会走秀。啊这一
期最后选出本期最乌龙神探，还是有惩罚的，好不好？所以大家要加油了。明白。明白。好的。巧手神探，莫斯利安，神探们出发。这边请。海涛，你好像很熟的样子。露馅了，露馅了。哎呀，不至于，不至于。欢迎来到莫斯利安小镇。我们的莫斯利安玫瑰音乐节是一个非常欢乐的节日，希望各位能歌善舞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小镇，尽情的享受。这个玫瑰花送给楠楠吧，因为你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旁边两个大小伙子都没有发发？不对，不是咱俩两个大小伙子，是我们两个姑娘都没有发发。刚来到这里，不要这样。没事，你年纪小，让给你了。对。这样，我们喝一点我们莫斯利安的特色美食酸奶。你知道这个莫斯利安酸奶怎么来的吗？哎，这您就问对了。哎，保加利亚呀，游牧民就把这个奶放在身边，但是由于这个温度啊，它就发酵了。这个牧民一喝更好喝了，这就是早年间的保加利亚莫斯利安酸奶形成的历史。忘了为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今天这个莫斯利安音乐节的主持人蔡拉波娃。哦，蔡拉波娃。哦，蔡拉波，他是语伦词，他是这位体态非常健硕的先生，他虽然有一个硬汉的外表，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具有艺术的敏锐的心。他是我们今天这个音乐节的策划人，是我们这期的这个巧手面塑制作者，是我们的张贝元老师。失敬失敬。哎呀哎呀呀！你不要那样看着我，我看着我好好害羞。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每次上课完之后，他们都会说我们班里面有一个来自于西安，过去的长安大唐来的留学生，回国之后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作为一个留学生回来再捏面人，我的身边的很多朋友亲属他们对我是不理解，甚至有的是嘲讽，你是留学生怎么可以去捏面人呢？酸甜苦辣各种嘲讽的语言我都听过，大家对这个职业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时候难以糊口的一个东西，我心里很难受，不理解我就算了，你们怎么可以去这样说有文化的东西？我爱他，我爱他是因为他的故事赋予了我，他很干净，他很纯洁的一个东西。学了动漫雕塑，在做面塑的时候我就更容易的去把西方的理念和它的比例以及它的颜色搭配用在我们传统文化之中，曾经把我学的那个手扳动漫手扳的这个原理融入进去，让普通的一坨面变得更加丰富。很多具有我们地域性代表性经常会送到别的国家展示，这些作品的话我会在上面会专门会把它的质感会做很多的细节，我保证你们看不出来。今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里面有四件张老师的面塑作品供给未来甄别，四次甄别机会，这些都有可能是吗？都是，周围环境都有可能是啊。这不会都是面塑吗？好。男的看了半天啊，这不会是面塑吧？我这不是都蜡像，都蜡像。我想问一下，面塑能给我们看一下面塑长什么样吗？到底是面粉做的食物？那上面可以放那种金属涂料，那样还算是面塑吗？算，它原料是。原料是，然后上面放金属涂料，它也、OK。对，你放什么涂料，它都是面塑。对。那这就很难弄了。这样，我们不是干看，我们有音乐的灵感给予大家，特别楠楠，对吧？
在音乐当中他就特别有灵感。你看这就是这就卧底已经非常明显，卧底已经非常明显了，卧底已经非常明显了。来，我们乐队开始。来，周指挥来一下。大大大大，最左边那个是没发声的。但是说实话，就即使是面塑做的，它也有可能是可以发声的，因为其实乐器发声的结构比较简单，它就那么一坨，它只要后面只要是个管体，它都是可以的。尤其有第一次做出那么点小提琴，现在觉得就简直是无所不能。有线索可以交流一下。有，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楠楠一直在这碎碎念。卧底先说吧。那一位，他的大提琴是没出声的，绝对这个绝对可以确定。老师，您现在能单拉一下吗？没问题，可以了，再听陶醉了，可以了。我觉得最旁边那个老师有问题，但是紧接着挨着他身边这位胖胖的老师也有问题。对，为什么？你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吗？你觉得他本人都是面塑吗？不是，那个凳子可能有问题，说不定他扎的一个马步。我觉得不是，因为老师旁边腿上这个肉都嵌出来了，说明他是真的坐在上头。是吗？我来说吧，肖指导分析了。我发现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你看你一切都很逼真，对吧？完全看不出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翻过谱子。我们就问一下前排的这个小提琴姐姐，就是为什么拉的时候不翻谱子吗？三张连一块了。这位呢？肖指导，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各位老师拿起谱子的时候啊，我就有一种那种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领结可能是。您能翻下您那谱子我看看吗？卧底，不要岔开话题，那个领结是不是？那个领结哈。那个领结确实比其他领结要高光高一点，但也有可能是它出油出的多呀。哎呦，是咋的？油多都滴下来了，烧烤啊！你们汇总一下意见，然后可以来进行第一轮的甄别。对，从 baby 开始，你觉得怀疑哪个？我就怀疑那个领结，怀疑肖指导是那个卧底。我，哎，别闹。我这人紧张的时候容易走秀，真的，我怎么就又被怀疑成卧底了呢？你说，刚刚一说领结，肖指导马上就转移话题，有点明显。非常非常怀疑肖指导，因为他一直在那里走模特步，这个动作就还蛮明显的。跟那个牛奶盒，有没有可能？楠楠的小眼神里面汇聚了智慧的光芒。对，楠楠，你觉得呢？刚刚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话。什么？牛奶盒。莫斯利安的牛奶盒，巧妙的把植物直接扎到这个面粉堆里。但是我更怀疑后面 love 那个那些里边那些花，我觉得非常像面塑。你看那些花大小差异不大，这不很像我们吃的那个荞面卷吗？我觉得花不太像，因为花的范围太大了，就是到处都是花，很难选那个花。我怀疑肖央哥是卧底。
我觉得我们不能掉入到老师以前的作品那个逻辑，最明显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们先看看我这牛奶盒有问题吗？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有点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我们不会相信你的，肯定不是牛奶盒。因为他做就是做以假乱真，他肯定跟这都做的一样的。不是不是，因为他有比例的，他有比例的，不是那是喷绘上去的，他不是画上去的。如果我是这个乔叔老师的话，我做面塑，我做一方盒子有意义吗？尽管他这个莫斯边设计的确实非常好，不光是这样啊，这边的浩然弟弟也很可爱啊。浩然弟，浩然弟也很可爱。海涛，我觉得你今天比较清醒，你要选择相信他吗？我惊着呢。我觉得第一轮我们现在正面有什么？牛奶盒。牛奶盒。牛奶盒加一。牛奶盒加一。我告诉你，我说我牛奶盒加二，这是卧底，这不考虑了，这我早发现了。就这个了。好。那我告诉大家，它恭喜各位！耶！来，不吃，不吃。你看不是吧？你看，这证明了什么？你们对卧底带了节奏，你知道吧？虽然浪费了一次机会，但是得到了另外一个有一些价值的信息，就有一个人卧底，然后再是说这个是盒子是假的。这是卧底，是不考虑了，这我早发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面粉白色的嘛，对吧？对，大家常理就会想到白色，它其实颜色是不是还是挺丰富的？它可以变成各种颜色。所以刚刚那个黄的、紫的、粉的，是不是都有可能完全模仿？基本上看不出来。肖老师学美术的，是有专业功底的。我们可以听你一次，要不是怎么办？不是的话，就坐实了你卧底的身份。哎，为什么我上次猜对了也坐实我卧底？那个没猜对呀、啊，就是要做你。想知道人紧张的时候就会走秀，走秀，甚至会小跳和大蹦啊。给我一个最终的意见喽。哎呀 ，OK 吗 ？L 吗？好 ，L 吧 ，L。他们的甄别是，他们选择这个 L， 这里面的白色玫瑰花，它是面塑作品吗？恭喜各位！呀、yeah? ，你看，哦哦耶！来，肖老师的仪式英明回来了。白色的玫瑰，每次的技巧做完之后啊，那手这样子捂一下，捂个七八秒钟之后散开。其实猜对这个并不是说多么兴奋，主要是我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也不是信任，还不信任，还不信任呢，还得观察，因为有时候这是卧底的一种伎俩。那肖老师你再去看看。哎，这些队友谁是卧底啊？哇，这完全以假乱真。而且这真的要混合在一起，反正至少现在看起来是毫无破绽。对，适当的保持距离还是非常必要的。要 对，特别面塑。我觉得其实待会儿我们这边可以再拦一个，彻底的把他们防守住，不让他们过去。这个我这么看都看不出来，这太难发现了。哪一只是真的？白的是真的。哦，红的是我们做的。对。那和那个也差不多呀，而且还有那个光泽感。对。
这样吧，我们因为还有很多节目准备了给大家，然后我们接下来上下一个节目，你们边看，然后更综合的来判断一下。哎，我有个问题哦，我们跳舞的小姐姐跟那个拉小提琴的小姐姐耳环都是同款，那这耳环是不是面塑做的呢？可是有个问题，这个耳环它一共有六只，它不可能，咱们一共就四个。对吧？它数量肯定上是不对的。给我一个最终的意见喽、定个方向吧。我选那个第二个老师的领结。领结现在一票，楠楠选什么？领结。我选耳环。我选耳环。现在两个领结，两个耳环。卓姐，你给一个答案，领结和耳环更想看哪一个？哦，我先站领结吧。领结现在三票，耳环两票，所以这一轮我们想真，我觉得那个讨论一下。我觉得那不是，我觉得他现在我们就锁定两个目标嘛，因为那个看起来确实是跟其他的质感不太一样。但是耳环呢，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个机会的损失是特别宝贵的。这个耳环他们有六只一共。是可以说一套吗？还是说一定要精确到哪一个？什么标准？精确。那这个就很尴尬了。就他们有机会单着。那我们就找一只猜不就完了吗？他是没有那个更确定。有卧底。我觉得你们可以派一个人去跟这个我们的舞者共舞。一段，谭姐你去吧，相信你自己。我来。我可以去，我可以去。派你的话，我为什么上一句只有我没有浪费那个机会？也可能那个只是凑巧，他为了博取我们的信任。我要派楠楠进去。我视力不好。别不行！我觉得我们是个团队，你能派点有点经验的人往上走吗？那就让楠楠陪你呗，好吧？我可以搞来吧。来，楠楠，但我不咋跳，我看着也还行。快来！楠楠没事，怎么都进去了呀？送一个楠楠啊！楠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特别的信任我。我说如果这个乐队在这儿，他一定不会是白来的。我说那最主要就是乐器。我说哎，你是专业的，你去看。我就一直在引导他。您的风格是什么？我的风格是卡哇伊。他会很硬吧？你怎么吃啊？玉碎、那就不能动。一岁那就不能动。找老师聊天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艺术家老师都比较单纯，就是轻轻的用招骗一下他们，他们就会告诉你。音乐开始了啊。闯进来一位不速之客，我已经可以了。普加都是真的。你听我说，你看这个小姐姐的耳环，你不觉得她耳环在闪高光吗？她就是素的，她像个面塑啊，她肯定是面塑上加了一层类似于这种一种很闪光的涂料，都上色了。它其实是面做的。
你们不看看其他的耳环吗？有没有可能白色耳环？不用看。白色那只呢？看看那个，肖老师，看看那只。肖老师，去那边去，看看那只。有没有可能白色耳环？他就在那儿混淆视听嘛，在那儿啊，就很明显的东西，他在那儿混淆。他是要主动，就是说要做意见领袖型的那种卧底，所以他很容易被发现。他做卧底，我不看，不用看，我都看，不用看，不用看，就红的，就是红的那个，不用看，就看看肖老师这一世英名，还在不在这个场上了？这个小姐姐的耳环到底是不是面塑作品呢？来，老师，告诉我们答案。运气非常的好，又一次猜中。你看看，真的，可以的，肖老师。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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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辛苦了，谢谢，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三次两中，现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还少了一个，对不对？还在这里啊。细节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露出端倪。谁是我的？看他的眼睛。不会是这个？这不是，这都金属的。这一轮谁是卧底啊？我的天哪！衣服是假的吗？衣服是真的，不然我会撑爆他。那我们怎么能成功地演示起来？这个珠珠女孩子戴应该挺好看。女孩子在一般演奏的时候不太会戴东西，不会戴饰品的，所以这个会比较跳，还很显眼。老师一直在，她可以在手里一直捻着这个珠串。那我觉得她手戴这个的同时，她一定要另外还有一个跟这种可以匹配的，不然这个就太特殊、太独特了。您还有真的吗？真的那个弹珠可以跟它混合在一起。没问题，我混合过两个，这样好。那我戴身上就行了。对对对，然后一直默默在旁边，这样就很像老师自己的一个爱好。赢了，对不对？赢了，赢了，赢了。我觉得可能是老师这珠子。这会不会混在当中呢？大家摸一下自己的这个小胸章。胸章是那个什么的？你瞧瞧。是吗？你瞧瞧。哦，对。干什么呢？动手动脚。对，就是这颗珠子。对，一摸就真的发现了。绿色珠子，对，绿色珠子。这没有必要带个泡沫的嘛？对，嗯，对。但这摸着也不像泡沫的呀。不，它就是软的呀。确定下来了。你是卧底吗？那就选这个了。确定了。如果是直接去看的话。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你提示的说是在任何时候可能出现，我就一眼就看见这个珠子了，我就想很有可能是这个珠子，我是正确的。是谁最先发现的？肖老师，肖大师，肖大师这个专业能力确实太强了，肖大师有专业功底，确实不一样。肖大师这一把神了。甄别了四次，中了三个，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最后一件未被甄别的手作。很难想象的一个物件，一双皮鞋。哎呦，哇，这太难猜了！哇，没有注意到这个鞋的问题。面怎么会做的这么硬呢？我在里面喷了很多的水和油，然后现在它晾干以后，它颜色就下去了。
哇，这太牛了！所以就还是要真的给这个我们的乔治老师鼓掌。欢迎你们常来莫斯利安小镇做客，来品尝我们的酸奶。来拥抱一下，来来，一定要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嗯，在他身上能感受到那种专注的那种气质，而且他做的那些东西真的是非常有时代感，非常符合就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很厉害的一个能力，创造能力吧，我觉得有他自己很多一些艺术思考在里面。来，不要再拍了，不要再拍了，大师来了，不要再拍了，来来，有请有请，有请下场不行，大师大师，大师大师，来来来，当，有请有请，当当当当，别拍了别拍了，别动别动，小心点小心点，不要再拍了。那每期节目播出期间呢，我们的乔手会在拼多多同步直播，现在打开拼多多搜索乔手神探，看乔手直播，参与直播间互动，还有大奖送出哦。各位，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感觉又要去探险。魔术真的不太行了，魔术我也不行，超级不行。魔术谁行啊？魔术 baby 可以，我们就听 baby 的。对，看看是什么，我也不敢吹，吹得太大了。等会儿一进去就把 baby 姐变没了。欢迎几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科幻空间，我是科幻空间的科学顾问蔡不透。蔡不透，那就没热熟呗。这是我们科学空间的主人翁老师，翁先生。大家好。嗯。我是翁达志，是一名魔术师，也是一名道具的设计师。我入行到今啊，40多年了。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我52岁了。我妈妈觉得我长得很年轻，可能是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所以让我变得年轻。要相信魔术能给人带来快乐。魔术师和魔术道具之间就是一个铁的关系，不能离开的。魔术师他不可能没有道具，这种关系很紧密，缺一不可的。我获得的奖有100多个，获得的魔术界等于是奥斯卡吧，梅林奖获得3次。我对魔术道具这一块很有信心，我还是觉得他们未必能猜出来的。翁老师好。好。翁老师的魔术道具曾经出现在一部好莱坞的大片当中。道具店当中所有的置景就是按照翁老师的魔术店1:1来还原的。Welcome to Ian's. My name's Lee, not Bruce Lee. Oh, what? Got you. Okay. 周杰伦他扮演魔术店的老板，他的原型其实就是翁达志老师本人。哇，这个此处有掌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非常科幻的空间当中。你们要在2次的展示过程当中来甄别出这4件魔术道具，你们一共有4次甄别的机会。魔术跟科学很多相通的地方和元素，我们能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让吸管平衡？我会想些办法出来。那接下来我要做一件神奇的事情。想象一下，热气球拿掉一条橡皮，再来哦，现在很往里了，现在是热力的是最大的。哎，不是，别紧张。好，因为不一定成功了。你看，哇！好，要不这样子，我再把它的一步一步的难度加高一点。天地万物都是一阴，巧手神探，哇！
我要请一位神探上来帮我把火柴点燃。自告奋勇，我可以来点吗？好的，我可以去吗？可以，我去看一下。姐，你不是托儿吧？我不是托儿，我绝不是。不会火柴烧没了，那两个叉子在空中吗？那这个也太恐怖了吧。Magic。 眼睛又要瞎了，看不清。哦，在吸了。哇，卡在这了。对，它反了地心吸力，你看。这不正常。打火机给我。好。Baby 是不是托儿？魔术我也不行，超级不行。魔术 Baby 可以，我们就听 Baby 的。对，看看是什么，我也不敢吹。我不是托儿。我经常看电视节目啊，一般这种年轻貌美的特别容易都是托儿。我不是托儿。请问，哪个是魔术道具？是魔术道具，我毕竟精着呢。对，这是有目共睹。我觉得那个管子有问题，我就觉得那个管子可能是粘的，就是因为那个管子跟你的这个衣服条纹很像，是吧？不是，你不是也觉得这个管有问题吗？我没觉得管有问题啊，我觉得第一个，你看他给我们做的第一个这个实验，一定就是这个正儿八经的一个实验。是一个像孔明灯那种实验。对，而且你看它那个蜡烛，它放的特别短，为什么都快燃烧完了，老是不放一个新的蜡烛？它这样它有更多的空间在里面凝聚那个气体。我以前物理第一的，你知道吗？嗯？我以前还当过化学课代表呢，我说啥了？那怎么成现在这样了呢？啊，姐？简氏碳酸铜的化学式是 CO2H2CO3。我让水是 H2O。你这比我这也太简单了吧！我说这么长，来吧，继续。实践里边有几个道具？其实呢，只有两个是魔术。有两个是魔术道具，说了啥？等一下。我觉得像火柴，打火机给我。好。肖指导，给个答案。对，代表来吧。你这不，我得先看看谁是卧底。Baby 是不是卧底啊？我不是卧底，真不是，我肯定不是卧底。要不要做甄别这一轮？再等一下，想一下。我看上去看你就一米，就这，我就溜达一圈，我就我回去。baby 都上去看去了，那是 baby， 你是 baby 吗？对 baby 吧，我是大 baby 啊。哎呦，你是我们家的小宝贝儿，是吧？来吧，同志们。顺便偷偷去看，来，谢谢，真的吗？对。太感谢！是想上来观察一眼，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们俩好的。哎，你要不试试我这个呢？哎，晃一下。要不换一个试试看呢？我这个不试试吗？你别这样。火柴。哎，还有那个吸管，你去吹一下，看那吸管动不动。
你刚才吹了吸管动吗？那个谁是卧底？快快说说说吸管。那个吸管我吹了，但是我没有用很大力，但它只有一头动了。肺活量不太。等一下，回去。吸管，先，我觉得吸管应该是没大差。啊！我憋住了，我倒是。吸管估计是没大差的。吸管。老师告诉他们答案。哈，太聪明了。吸管是魔术道具。回答正确。耶。其实我们刚刚有一个小作弊的环节。没事，楠楠没上去吹一下，没关系，没有这事儿，都没发现。这就是 magic。magic。对，就是这个，就是互相 magic。老师真能吹。老师，你没看到他？对，就很能吹。对。你没看到他上来吹的那一瞬间吗？我真没看到。你们还要继续再甄别，还是我们进行下一轮？我还是想选火柴。我绝对是火柴。火柴。我选火柴。四个火柴。来，老师告诉我们。不是，我不是。我觉得是杯子，非得选火柴。你忘了曾经的痛了吗？你们。稍等。忘了吗？不等了。来，五。多出人的事，卧底就在里面，卧底就在里面呢。哎呦，怎么了，姐？卧底就在里面。是，我知道，可是谁呀？我觉得是火柴，我感觉卓姐像这一轮的。嗯。我选的杯子。火柴。那到底这个判断正确吗？答案是火柴。哎，肯定对了。哎，我绝对不可能选错的，不可能选错的。老师，您演戏还是不太不好意思。对了，猜错了。搞得我晕头转向。咋的，能量在上一轮用完了。来，知识点来了。叉子是利用重心和支点在一条垂直线上就可以保持平衡的原理，火柴支点越短保持的越稳定。那接下来我要请其中一位上来，通过音叉把玻璃震碎。他们里面谁胆子最大呀？我来吧。这个事儿好像有点危险的，我来吧。可以。好的，麻烦先把这个右手的手套戴上。你保险买了吗？买了。好的，请站在这边，然后。把手伸进来。啊，伸进去啊？后悔了。这么危险啊？不会砍掉的。对，不在后面，然后这样子。对。好的，那么现在要把这个玻璃杯震碎。对，试一下。
哎呀妈呀！正睡觉，正睡觉，谢谢，掌声给勇敢的骑士，骑士，哇塞，这我真的开了眼了，我开了眼了，我开了眼了，我开了眼了，感觉我的某一部分也被震碎了，这环节不甄别了，这环节过了，我不同意 ，baby， 那你说是什么？我觉得碎玻璃是他的道具，啊？但是。之前看综艺那个黄绮珊老师真的唱高音可以把玻璃唱，对对对，这么厉害。对，我在节目里面之前也有一次，然后谁唱歌，然后就是真的那个音频就直接把那个玻璃就震碎了。但是是不是拿这个音叉？可以可以可以，那老师是我很多次，我刚才差点把我眼镜碎了，刚才我因为我亲手拿的嘛，就那挺吓人的。这个环节过了，他想让我们再错一次，没我们不可能再错了，我过。这么惊险？对，好吓人。这个要人上恩吗？先不用啊。它是个普通的气球，我觉得就气球吧，魔术气球，我觉得气球，气球，气球。我们这两边还没商量呢，你们在那气球气球的，好歹人家也是一个化学课代表，一个物理课代表，是不是？你们俩这病号服组合，真是的，咋弄的？因为你真的什么美术、音乐什么的这种的，对咱们理科的不太重视。姐，我们勇敢的说说我们答案，你觉得是哪个？你觉得呢？你先说。我没和你明白呢，要不你先说。那个气球，气球，气球，它到底是不是魔术道具？因为魔术师都经常说红桃 ace， 红桃 ace 最难变的是红桃 ace， 红桃 ace 就是代表了正确，对，代表了魔术。不过也有错的时候。猜错了，大家猜错了，气球不是，怎么可能？你是不是啊？我不是，你肯定不是，我不是。这节目录第一，我是晕头转向。这个针刺气球的科学原理也蛮简单的。一个气球一头一尾是最厚的，如果轻轻小心的穿进去呢，它是不破的。哦，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未被甄别的魔术道具。哎呦，碎玻璃，水瓶子。其实这个吸管是个道具，但是这瓶水同样也是个道具。瓶子的问题。爆杯同样也是个道具。哦，音频它确实能把玻璃震碎的，但是它要很细条。就是温老师就是一个很可爱很浪漫的人，是一定对魔法呀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有一个信念的，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但是用尽自己一切的，我不管是物理手段还是道具啊，让他实现，我觉得这一点已经非常的珍贵吧，这份想法。翁老师呈现的是科学和道具各自的这个作用和差别。魔术它是除了电影之外的第八艺术。
术，魔术道具就是魔术精华的一部分。很开心以巧手的身份参加这个节目，我会继续用我的双手制造更加多的魔术道具，创造更多神奇的美梦。这一轮谁是卧底啊？我的天哪！看看谁是卧底。下一个房间非常有趣，它是翻糖手作房间。哇！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请坐吧。旋转寿司。有点就放松了，是吧？对啊。有点要吃饭的感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小店，我们的小店叫做料不到料理店。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料不到料理店的星级主厨。哇，好帅，帅气。他叫周斐，他是个90后，国际蛋糕大赛的世界冠军，而且5次，对吧？哦，对，5次金奖。哇，厉害，天赋异禀，年轻有为，还是。对。大家好，我是周斐，职业是一名专业的翻糖师，在杭州有自己的工作室，叫做 FC Cake。2017年，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比赛，全国性的一个翻糖比赛，拿了一个翻糖组的金奖。参加英国伯明翰的翻糖比赛，2个作品2个都拿了金奖，而且就是其中一个还拿了 MVP 全场第一。从事这一行业差不多6年的时间了，平常都会去做一些很有意思的这种小训练，比如说拿绣花针去放在水面上，然后让它平稳地浮在水面上，不会沉下去，让我更加精准地去完成自己的作品。这一次涉及到仿真菜品，这是我第一次做尝试，因为菜品的质感，包括它的肉质的质感，都跟我们平常要去表现的普通蛋糕的质感差得太远了。每一个的作品前期都是花了时间去画手稿去设计，包括它的每一个酱汁材质的质感都是前期试验过很多次的，最后达到了一个成品再来去呈现给大家。我很有信心啊，他们应该看不出来吧，因为我自己都不太能分得出来了现在。哇塞，厉害。请问是9几的呀？94的，比我弟大1岁，这绝对天赋异禀了，这么年轻得这么多次金奖。老师，我们一个姓，巧，长帅都挺重，你看周杰伦是吧，周斐、周震南对吧、谢谢谢谢。老师，等会儿答案说一下吧。好说。楠楠真的很喜欢跟老师聊天。对，拼多多呢为我们精选了百亿补贴的日式虎烧鳗鱼，开袋加热就可以马上吃到，是不是特别方便？我们足足备上了1000份。我现在打开拼多多是吧？好嘞，你可以买先下单1000份嘛。那我就现在赶快上拼多多搜索巧手神探，就可以1元抢购这个鳗鱼了。那你记得真是一个字都没有差呀。今天我们就是要从给大家准备的美食里边，然后甄别出翻糖作品4件。好，在回转这个寿司的这个转盘里，然后让大家仔细观察。
如果你们确定要甄别的话，一定要从上面取下来。如果他离你而去了，哦，就没机会就过去了。来看看我们的菜单吧，本店新推出的新品。这位客官，谢谢多多关照。我会的。哎，你是不是挺懂的？那是我们真实的。懂，但是饭堂特别难忍。你是学过吗？没学过，喜欢。会的。饭堂确实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一个项目，然后对日料食材的颜色和它的形态比较熟悉吧。这个是虾和芝士。这个有点像，那个酱有点像。这也可以做，这个也能做出来。这也可以做啊。饭堂真的什么都能做出来，太难了。这个也能做出来。这个要是能做成这样，我就真服了。给我看一下他的眼睛，真是艺术家风格了。你看 baby 特别会， baby 明察秋毫，要不就看手，要不就看眼睛，这做得太像了。你收到的饭堂是这样的吗？你知道有一个饭堂蛋糕做了一个我拍戏那时候那个银锐鸡、啊、就是做到细到连身上的那颗小珠子都有，就身上我带了一大串那种很细的珠子、哎、他老师笑了，莫非是老师做的？就我之前跟他聊，他就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翻糖模拟。因为我听说就是如果是拿陶艺做的话做不到这么细，只有翻糖是可以做到这么细。为什么翻糖可以做这么细呢？它的材质的可塑能力很强，所以就选择翻糖做这种仿比较仿真的东西。对对。我们是不是要先找一下卧底啊？对事儿我也发现了，高级的卧底都这样。所以第一把你是卧底，然后给了我们三个答案。哎，怎么回事？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对，无间道，主动跟节目组说要当卧底，其实要帮神探团。对，你是不是卧底？不是，是我是我是我，咱们等会儿站在下面拭目以待，别到时候谁负了谁的心。穆斯利安为你寻遍世界的美味，提醒您下节看店，让我的店小二进行一对一的逗笑。奥迪卡，这真是个世界餐厅了，就是楠楠了，好不好？游轮子现在非常 silence。开始。楠楠，青蛙怎么叫？我们的最佳巧手是。我是巧手神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拼多多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光明莫斯利安，巧手神探，待会儿见。光明莫斯利安，巧手神探，现在继续。灵感是我坚持翻糖创作的动力，我喜欢挑战不同的翻糖蛋糕风格，用坚持和热爱的态度去创造每一个作品。莫斯利安新厨甜品，纽约红丝绒蛋糕风味。这里是由为你寻遍世界用灵感创造美味的莫斯利安独家冠名播出的巧手神探。巧手神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搜巧手神探，超值大牌一元开抢。我们店呢现在呢为大家推出了可以喝的甜品，是莫斯利安的新厨甜品系列，具有米其林级别的口感，法式慕斯蛋糕风味，简直是太适合我了，纽约红丝绒蛋糕风味，摩登可人啊，欧式厚烙风味，欧式好烙壳风味啊、嗯、那个哥咱烙一块钱的，你法式深一个啊。嗯，你是不是卧底？是我是我是我，咱们等会儿站在下面拭目以待，别到时候谁负了谁的心。欢迎你。Hello 卧底，你终于出现了。对，我是老卧呀，我是老卧，心理压力挺大呀。我觉得可以在拍图片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别拍太清楚。现在目的就是要把假的拍得像真的，真的东西曝光过一点。
大家就会对那个东西可能就会很怀疑，就会讨论半天。可以。就我们拍一张，这确实有点光泽。像这种就是比较有光泽。哎，你看这个就好一点。绝对好。好一点。这个也看不出来是真的假的。这个他们遇到大匪，真的是。他们太难了。你要翻盘了。今天要翻盘了。这个有点像翻汤的，啊，这个有点像，主要那个海胆有点像，而且你看，你这个海胆的刺儿不太对。老师，刺儿不太对啊。哎，我觉得这海胆的刺儿有点密。而且 baby 还有这种料理店呢。而且你看这个北极贝的这个质感，对对吧，还是有点那个硬的质感。对，哦，哎呦哎呦，是的，这个 iPad 是谁的，哎，这个是你吗，楠楠，哎，我只能说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 我都有你的表情包。我觉得要在就是菜单里，啊，加点每个人的表情包。嗯，他翻的，他一张张翻嘛。嗯，翻到一个自己的表情包，哈哈，讨论半天表情包，然后这个很有可能就过去了。不能让他一直就是特别 focus 在这一件事上。哦，可以啊，可以啊，反正就是分散他们注意力的方法呗。我觉得这个策略奏效啊。这个鱼应该是，哎呦，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这个有点像。我觉得这鱼有点可疑。这个鱼特别像我见过个陶瓷做的鱼，你知道吗？就特别像。我觉得他就是故意调成这个颜色。你说。我觉得这个得点。大家都觉得这个得点吗？哦，不不不，我觉得不是，我们要慎重。我也觉得要慎重。嗯，餐桌让我有压力，本来我都要成功了，他就出一个幺蛾子。好，倒计时一分钟。我觉得像这个鱼差不多了。然后如果那个屁股鱼如果是，我服了。我觉得是屁股鱼，北极贝。点头了。这牛肉可以来一份，我觉得。但是这个吧，牛肉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缓一缓。这缓一缓。三分。对。那个 baby 是这样的，看菜单啊是看不饱的，还是得点过来看看，才能有那种跟他面对面交流的感觉。baby 是翻糖高手啊。好了好了好了，看你们这么为难，这样吧。我让我的店小二上来和你们进行一个一对一的斗笑，如果说你们可以在30秒内不笑，就可以拥有一次近距离来观察菜品的机会。好，我们欢迎小白。哎呀，哎呦，哎呦，萨瓦迪卡，这真是个世界餐厅啊。其实这个任务对于我来说真的好难的，我是最不会逗笑的。这个我不行，我特别容易笑。是吗？我可以。贝贝来吧，来，计时开始。已经放空了，已经。这，为什么？我就说我很容易笑嘛。来着，我们派大师出手。我这绝对不会笑，我信念感太强了。肖老师，你准备好了没有？都不用准备。就青蛙怎么叫知道吗？果然。他刚才这个才艺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知道小狗怎么叫吗？汪汪。好笑在哪里？好，下一位就是楠楠了，好不好？别，别别别别别！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游轮子出场，游轮子现在非常 silence。预备开始。楠楠，头低一点，头低一点。楠楠，你看我，看我。
哦。恭喜各位，现在你们可以选择一道菜来进行近距离甄别。真相只有一个，卧底也只有一个。肖老师，你觉得呢？不要紧张，眼睛眨了一下。好了，我觉得首先是北极贝。肖老师很紧张，而且肖老师每局都非常的主动过来分析。大家在分析的时候，肖老师就坐在旁边，我分析了，然后问他意见的时候，他就尽量的躲闪。Baby 是翻糖的专家，我一再问他，在观察你的微表情，因为真相只有一个，卧底也只有一个，就是你啊？为什么就是我呢？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把我自己证明了一个，肖指导，你指导一下，来，你就说哪三个吧。Baby 说哪三个，我就说哪三个。选哪个？反正这个北极贝看着，对这个我觉得得来一份。对，这个一定得来一份。这北极贝确实有点。刺身来一份。刺身来一份了吧？可以吗？同意。他们就所有人都认准了，或者是当所有的人准的事儿，你就算了吧。快来了！拿！来，搞刺身。哇，这个应该是真实物，就是远看觉得它像是翻糖作品，但是近看它细节太完美了。 Baby 你现在有信心了吗？没有，但也不能换了对吧？来吧。What？ 粘牙。这一批北极贝啊，有点粘牙。刺身拼盘里面包含北极贝、海参、海胆。我们先做北极贝，用手去把它的尾部的位置给它搓开，这个双头切刀去轻轻地划出它皮肤的纹路跟凸起。北极贝的颜色其实很难把控，因为上完色之后它是没有更改的余地的，需要非常谨慎跟小心的。最后蘸一下油。海参在一个礼拜左右。不吃的话呢可以放多久啊？好好保存的话永久。永久。对。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再多上一些菜品，有一些以前见过的，也有一些我们本店推出的新品，你们觉得要甄别的然后就拿下来。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只走一轮，这是最后一轮。没问题呢。紧张吗？紧张紧张。你为什么老看着我呢？我就问问，关心关心你嘛。一点也不紧张。小丸子来上菜。我这个密度很大呀，这回这要考我们的眼明手快。放好工放好工。我先给个方向好吧。哥给方向我们就仔细看。第一个这个寿司啊，寿司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真的。哪个应该不是？寿司是真的。这个蘑菇不是真的吗？我这蘑菇感觉有点假。我觉得蛋卷吧。看远处那个蛋卷，那个质感像不像你在蛋糕店看到那个模型？然后对吧，摆在那儿的，像你在日本料理橱窗外边看的。 Yes yes， 它摆出来是模型，但它不是真的食材。老师笑了。就那个红的有点像。哎，那个面有点像，那个你看这个面，就是它现在都凉了，它还支在上面，对吧？这面很支了。正常是坨下来一坨的，你像我们吃面，不会一根是一根。面有点像。面感觉一撅就折了。下来。不要老用这种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你到最后已经有点娱乐精神嘛，这个。面像。拿吧拿吧。
它到底是不是翻糖作品呢？你先闻闻，甜还是咸？哎，你快吃这口去。它也有点甜啊。好，怎么样？是真的没有？哦，哎，这个呢？这个丸子呢？这个丸子看起来很……这个是啊，这个肯定是。拿，快拿了。那大丸子到底是不是翻糖作品呢？你是被烫着了，是假的，是假的，这不就是真实的食物，真的食物，不是翻糖。最后一个选哪个？哎，这个我觉得这鳕鱼好像有点问题啊，这鳕鱼我觉得有问题啊，这鳕鱼，鳕鱼有问题，这鳕鱼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在最后我其实可以拿下来一个，鳕鱼有问题。别，鳕鱼不拿，鳕鱼不拿吗？不，鳕鱼拿回去，鳕鱼拿回去，鳕鱼放回去，鳕鱼拿回去，我把鳕鱼拿回去。他突然间拿了一盘鱼下来，这个动作就还蛮明显的，就是肖老师莫名其妙的拿了一个鱼烤鳕鱼。肯定是卧底。好，不能再选了，时间到了。不能拿。一个要做多长时间？一个北极贝可能就一天吧。一个多一天。那万一你正在做的时候，有女孩约你出去看电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就是。他会说不要出去看电影了，到我家里一起来做翻糖呀。啊，好浪漫啊，然后做一个他那样的人偶。哇，那更浪漫。人鬼情未了那个怎么着呢？什么浪漫浪法啊，七步洗手法，手指缝里啊，这都要洗。翻糖艺术在国外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艺术，传到中国就近几十年的事儿，有的时候就因为前人没做过，所以后人就做得特别的洒脱。这么小年纪的一个男孩子，能有可以耐得住寂寞的心，沉下来去专门研究这个，从事这个工作有六年，他未来一定不可估量。谢谢几位神探，非常棒，非常棒，希望你们到我们店里多多光顾，好不好？好，谢谢，谢谢。目前为止呢，三观的甄别已经全部都结束了，我们把巧手请回到巧手广场。老师好。卧底到底是谁？不如让我们猜猜肖老师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的卧底吧。都站一起了还用猜啥呀？就是啊，都配对了，就差拉手了。哎，来，你看说着还就拉起来了。打五折啊。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轮是哥，第二轮是姐。对，我跟你是想法一样的，我们俩站一边。哎呀，我数三二一，卧底走到自己守护的巧手身边，三二一，去吧，去吧。哎，不是我呀。啊，紧张。对，你看一紧张就走秀，你看吗？是谁？都是他。俩都是他呀。俩都是你啊。我去个洗手间啊。老师。待会儿就是拿那个叉子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火柴架上吗？然后我们就把它点上，转移那个注意力。
我觉得像火柴。我觉得是火柴。我觉得那个管子有问题。哦，不不不，你看它那个蜡烛，它放特别短，它这样它有更多的空间在里面凝聚那个气体。我以前物理第一的，你知道吗？老肖，开心吗？你是谁？本场最乌龙神探是杜神探。哎，怎么最佳乌龙啊？你被最乌龙神探奉上他的惩罚。这什么？这个真的不知道是啥。哇，这有点吓人。哎呀呀！别！哎呀呀！别！我在扎着自己。我的天！哎呀，软的爆浆！哎呀，是什么？翻糖了！这个也太侦探。那今天到现在我们所有的甄别过程当中呢，张贝元老师被甄别了三件，翁达志老师被甄别了一件，周斐老师被甄别了一件，所以今天我们的最佳巧手要在周老师和翁老师之间产生，所以现在是需要三位神探最后自己一一投票。我先吗？我啊，其实就是翁老师，不好意思，但我还是很喜欢看您的魔术的，下次有机会想再去看您的表演。我会把这位变走的啊。首先向两位老师表达我特别一个敬意啊，然后我个人特别想为翁老师投票吧，因为翁老师特别可爱，特别浪漫的一点就是，明明世界上没有魔术，但我永远相信这个东西美好的存在，我努力让我用我的物理知识去把它实现化，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自己内心就挺中二的，对吧？因为我自己也挺中二的，这个行为我会真的特别喜欢，所以谢谢老师。对对对，我会把钱变到你口袋的。我真的特别感谢我们节目可以给匠人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其实在各行各业里面都会遇到很多人，他们很有冲劲儿，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把这些机会这些压力放在他身上的话，我们不知道会绽放出什么样更多的惊喜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让人期待的。然后我现在说我的投票结果，不是魔法，而是一双制造神奇的巧手。巧手神探，寻找巧手。即日起关注湖南卫视巧手神探官方微博，让我们一起用创意造奇迹。我是巧手神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拼多多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光明莫色利安，巧手神探，待会儿见。光明莫色利安，巧手神探，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为你寻遍世界、用灵感创造美味的莫斯利安独家冠名播出的《巧手神探》。《巧手神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搜《巧手神探》，超值大牌一元开抢。我现在说我的投票结果，我自己来，好吧？这一票我投给周老师。谢谢莫老师。好，那在这里就要恭喜周斐老师成为本场的最佳巧手，我们有请守护人太子颁发最佳巧手奖杯，谢谢，抱一下。哎呀，帅哥就抱一下，你职业生涯中，你把热爱的手艺一直一直的去学习，坚守初心，在困难跟挣扎上面去做到一个新的突破，挑战自我。把翻糖的手艺作为我热爱的事业，去融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它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代表中国去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希望这一天不会太远。莫斯利安为你寻遍世界的美味，提醒您下期看点。啊，有人结婚了！今天是白潇洒的大喜日子。我们的新娘准备了一个单身派对，欢迎易容师陈娇。陈娇老师呢，毕业于美国特效化妆学校，曾经参与过数十部影视剧的特效化妆。新娘的好朋友进行了一个改头换面，是小白未来媳妇儿的夫君。钟小华的肚子有点可疑，王伟是个男生，我觉得他鼻子。